一想到你呀、啊，可不可以放进？那你是因为一想到你，所以才想说，哎、欸，我想到你就想到，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人家有老公。对啊，到底放进去什么啦？没有放。所以你当下看到歌词的时候也是很喜悦的状态吗？没有，害怕被打啊！被谁打？没有，我怕人家就唱在这些东西上面一点颜色。而且有人问呢、欸，哎、欸，可真的可以只放进去一下下就好吗？啊，就放个几滴，对，是不是？我说喝一下，喝多一点，放进去里面多一点。其实我是那种。比较内向，嗯，就是、看不出来呢。跟阿林是怎么样认识的嘞？哦，这个是一个机，真的是一个机会，就是他去内地唱大陆唱的东西歌手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了。然后那个表演有你一起去。對對對一想到你呀、啊，可不可以放进？那你是因为一想到你，所以才想说，哎、欸，我想到你就想到，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吗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人家有老公。对呀、啊。到底放进去什么啦？没有放心。哦，放心哦。哎、欸，你这个解释很合理哦。真的。因为我一直在想说，到底要放什么进去？因为我一直想不到替你解套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这个有点太过于。你知道地方的妈妈跟那个地方的哥哥啊，对 对，这样的结合好像不太 OK 哦，是比较严重。所以你当下看到歌词的时候也是很喜悦的状态吗？没有，害怕被打啊？被谁打？没有，我怕人家就唱在这些东西上面一点会有颜色。哦，不会啦，我们把心放进去，对对对对，解释一下，心啊 ，heart， 对啊，我今天看大概破百万的流量、哦、心情如何？有点，哇，那个，现在想喝一杯，而且有人问呢、欸，哎，可真的可以只放进去一下下就好吗？啊，就放个几滴，对。我说喝一下，喝多一点，放进去里面多一点。那你在里面是本性演出吗？因为很多很，你知道很，就是你知道很内心戏的那种桥段呢、欸。你是，其实我是那种比较内向。看不出来呢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大家都用这首歌来告白，那不知道有没有人成功的？成功的话可以留言下来。那不好意思，那个媒婆的那个礼金还是要再转回来，是是是是，对，还是要回来了。不小心经过你家里，你又在晒衣服，你老公还没有回来，我心上在蹦蹦跳舞，感觉可以发现什么，只要再来一首。何时喝到了最后，倒下的都是我。我想问你，我想问你，可不可以放进去一下下就好？